Hello，今天是星期六，刚才我去帮我的 YouTube 做 subtitle， 还有开优酷。今天我们吃这个 sandwich， tuna sandwich， 放番茄。今天是星期六，现在是下午，所以这是一个悠闲的午后，我们来吃 sandwich。我要开始吃了，我饿呀。Hello， 我刚才去切番茄，然后加番茄，因为中间没有加番茄不好吃。好了，开始吃，吃到一半。这是第二个，放牙签了。剩下四个罢了。我加了一点tomato，你要看到，很 Q 啊，很美啊。我只吃到tomato味道，没有吃到tuna。刚才tuna我没有放很多啊，可是我吃没有什么味道啊tuna，只吃tomato味道。只剩下最后两个吧呀，很舍不得，好了，吃啊。我想 upload 我的 video 上优酷啊，像中国网站啊。可是我很头痛啊，有点不知道要怎样做啊。吃都没得。最后一个。要吃完了，我吃完了，只剩一点番茄。我很怕。Hello， 看我准备了什么？我还不饱，所以我去买一点这个来吃。不是买来，我从厨里面拿薯片 ，barbecue， 吃一点啦。我打好了，在这个小碗里面，还是小锅，它一个耳朵没有了，小锅。我自己做的时候都用这个，很常用这个吃薯片。我喉咙痛了，可是我很饿，我就吃少少就好。喉咙痛了啊，还吃，吃一点就好。
只剩下两片，要吃完了。我泡了玫瑰茶，其实我刚才犹豫了一下，因为我来皮了，我不能喝太寒凉的东西。可是今天是星期六下午，然后吃下午茶就一定要有茶。我们来吃包干啦。有点累啊，这泡干很甜啊，我喜欢啊。放了糖衣，然后又有放蜜糖。哎呀，吃够了，我有点累啊，我去休息啊。影片就到这里啊，就过来拿回房间喝了。